Hello，吃饭了。今天吃的做的那个红烧肉，还有一个猪啃肠，再来一个鸭血配辣椒炒的。还有一个腊八蒜，先尝一下这个，这个米饭。哇，好吃。好久没吃鸭血了。行，你要不要来一块？我不要，我吃不了。我喜欢吃这个。猪混汤。